中听说关于他们传闻，手指背影眼神结局这些还没部分，再夸大情急人不够当时浪漫三分，是一起走过长长红毯和玫瑰花的宫门，就当是交换以后即使未听到钟声，纵然若即若离忽假忽真，也没有涓涓之缠到被所有人炙热，甚至有些甜蜜只是捕风捉影笔飞贴着，几千个日夜来回榨取出一篇文字长文，脱离了名字也不过普通缘分，不是爱人。是说起他们就瞬间暴雨倾盆，承诺体温其实都没那么坚热，联系太易碎，成年人不会自找伤痕，写情话说的喉咙发疼，注视时都是分寸，送来一首有遗憾想抓紧，否定又难过想承认，只剩